伊斯兰国点名台湾狂想曲。So bring it on, all of you. Your numbers only increase us in faith.And we're counting your banners, which our prophet said would reach 80 in number. And then, the flames of war will finally burn you on the hills of death. Bring it on! 穆斯林激进组织伊斯兰国的最新宣传影片出现了，国旗放马过来，让政治人物还有网友共赴狂江曲。中华民国国旗嘛，秀出来啊，对不？马格里呛公啊，你有放马过来啊？阿兰保定当然都看。对，我们不会把马换过去的，我们不会把马换过去的哈。好吧，不放这种马过去，难道是？此马是哪一只马？这个马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在指马总统这个死亡之握？Australia, Canada, Japan, Malaysia.New Zealand,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此外，自从奥巴马点名台湾之后，台湾就被伊斯兰国认证是宣战目标之一。台北市长柯P很有意见，这个就有抱怨了哦。联合国也不让我们参加，国际组织不让我们参加，出钱就叫我们去出钱去做工。其实更想抱怨的是强国网友。他们赫然看到两岸旗帜并列，台湾网友说这让强国网友的玻璃心碎了一地，还有网友说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飞弹不要打错咯。斗新闻可可狂想曲，请不要玻璃心报道。